啦呢一样嘢吓。咁啊，进锋呢边咧就有机会慢过咗，咁啊继续咧就再咧就谂住咧就俾落去嘅。咁啊件衫就非常之 sharp 啦，里面咧就余子南继续咧晒落去，就系防守中场咁，但系今年防守麻麻地嘅情况底下，都要靠佢叫前锋入射嘅位置。佢又要用埋十七号喎，系啊，好令人误会噶嘛呢件事，系咪先啊？咁啊，但系佢咧就多咧，即系上阵嗰个时间啊。咁就应该就强哥送到埋嚟，啊呢边就门看管之后攞翻嚟落嚟嘅何思哲。依就佢威胁嘅攻门啦吓，咁啊其实大家都系好扯嘅，你见到关系啊个波都去实都慢咗少少，咗个波又刮翻上前边，想交俾啲前边就黄伟国嘅，我见到黄伟国后面啊，好啦，交俾子林，人两人去上前面就交俾佐敦布朗，但都冇位做上去啊，咁但系而拆翻后位转个边啊试一试，交唔翻俾冠中林嘅球员。咪拆住先啦，就哇！嗱呢度啊，攞失咗，以南系难打噶，一个推住前面先，右边人上紧嚟俾唔俾咧？都唔俾住啊，仲望紧。咪原地截住三百六之后咧，终于肯俾啦。罗俊仁右脚揿翻出嚟。哦，张信卡尔特纳亦都要提下佢啦，喺嗰个位置感嗰方面啦，咪留意翻啦，几时埋嚟，几时要咧睇翻住。发动机咧就都系俾余子南噶啦。佢嘅時候咧就控到隻右手度，咁啊手球啊 Hambo， 咁但係可以挑得個死球組織入去㗎，咁呢度咪做乜嘢處理啦？行開咗，照戳埋你。啊總領隊啦，啊貝可宏啦，咁啊睇下咧就會唔會有啲嘅即係諗法啦。咁啊余子南啦依邊啦，咪又可以俾到過嚟右手邊鄭景浩，有一對腳下五秒啦，又會拱手相讓俾對面㗎啦。好，有着數。嗱，余子南佢右手。扯埋嚟尾柱位，但系揞到咧，又到佢推啦，冇翻埋中间，想俾咧就出手木舟，咁但系呢边就勤力攞翻个波。喂，余子南好嘢啊，佢翻嚟嗰下啦，好嘢，曾仲南啊修正到，咁刘君正头槌批翻俾余子南，推顺啦，分过嚟右手边嘅郑景豪，佢快放景豪，攞埋中间，余子南咁上半场好多人都大赞佢表现好嘅，咁就放个长高波上嚟。都是不同晒嘅，同上半场呢边咧角球斩埋嚟前柱，第一个漏咗呢边咧，黄伟国攞到起唔到脚啦，俾翻再嚟多次。喂，余子南左脚，哦，住条腰咁样落地嘅，咁但系球证系事件冇事啊。好，余子南佢又走咗，但系呢边一边想帮手都系唔使啦，咁啊直接咧就扯过去远处呢边，太过大力啦。啊，佳尔，但系引失咗。好啦，直接揿翻出嚟，显靓有心思啊呢个地方。就系中间余子南，哎，手二码，又系嗱，又系佢呢一种啊，即系佢肯中南区咁样咧就俾上嚟，又系有啲嘥料啊。咁啊余子南呢度攞翻，咁啊你都好难抢到佢波啊，佢始终又够快。又是余子南啦，咁喺邊度難打咧？咁啊 keep 住等佢逼啊，等佢自己護球啦，然後盡量嘥啲時間。好啦，果然逼到，嗱入邊咧就我個等緊嘅，出聲啦！哎呀，佢俾就好啦，唔到人牆，過唔到人牆，咁就完咯。哇！你睇下進鋒嘅後備直衝入嚟啊，咁啊上個禮拜佢又喺度贏波，係啦，咁上個禮拜就幫球。